鄭啟泰最近回巢兩個月之前離職的新城電台之外，還公開宣布和同居了兩年的女朋友黃雁之求婚成功，而他的未婚妻原來大有來頭的，他在2000年至2006年成為香港最佳速度滾軸溜冰女運動員，曾經代表香港比賽長達11年，他退役之後成為了滾軸溜冰產品代理，同時亦都是一個滾軸溜冰教練，更加擁有滾軸溜冰國際裁判牌照。另外，鄭啟泰在新城工作了20多年，兩個月前離職，但是馬俊偉邀請回巢，他就再度開麥。最近他第一日翻新城工作，馬俊偉都有擁抱歡迎他，更加搶先祝賀他求婚成功。